啊，杨俊福、杨议员、江硕举、江议员，啊，王先烈、王议员哦，还有苏伟恩、伟恩议员、吴庆昌，我们在地的吴大哥哈，啊，许根生、许议员，然后也特别难得哦，我们原住民的立法委要服务全国的哈，今天特别来到观音区，我们卢宪一二 D 立法委员哈，来到现场，那陈思林局长。在座我们观音区的乡亲、族人朋友，早安大家好！好。那我们原住民族的丰年祭哦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要快快乐乐、欢欣喜悦的聚在一起哦。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说自己的族语，穿自己最美丽的族服，唱自己的歌哦，跳原住民族的舞蹈，好好的相聚哦。虽然是新故乡哦，原住民在哪里，我们的部落就在哪里哦。我们文化在桃园市生生不息哦，怎么来发扬传承？祝福各位都共享一个美好文化飨宴的周末，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，马里马里马萨鲁。谢谢简议员的支持。好的，再来介绍我们桃园市议员苏伟恩。苏氏议员为我们的现场嘉宾致辞，掌声有请。好，谢谢我们的主持人，我们的大会主席，我们马区长，以及我们原民局的陈局长，我们市长彭木，以及委员在议会的前辈，我们晋福议员、秀菊议员，还有志伟议员、千年议员、晋昌议员，还有根生议员，还有我们这个最辛苦的哈，我们立法委员，我们卢宪一卢委员，以及我们观音区的区长，那在我身后的还有我们所有的市部总头目、各区的主席、各区的区长，还有所有观音的族人家人们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那我想哈，刚刚我们很多议员前辈、很多长官贵宾都已经有跟大家这个祝福哈。我想在这边我话少一点，因为天气真的很炎热。那在这边，我也祝福我们所有观音的族人好朋友们，今天要多多的补充水分，不要中暑了。那在这边祝福我们观音的所有族人，能够在观音继续安居乐业，能够继续幸福的生活。在这边感谢大家，摩西乌摩赖，谢谢，谢谢我们新月的支持。好的，继续邀请我们立法委员卢宪一卢委员为我们乡亲族人们致辞，掌声有请。谢谢主持人哈，我们的马区总彭牧，我们的陈区长，还有各位议员啊，还有秀菊，我再串联一下，让我不要忘记哈，晋福、新脸、伟恩和根生嘛哈，各位区彭牧哈，各位主席、副主席，大家，这应该是五万哈，五万大家好，好，沙宝、马格纳尔、亚巴达万、米红米桑。我刚用三个族讲话，就代表说我是三个族群的代表。不过我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。今天是收获季，所以我要讲的一个收获就是，因为在简议员的爸爸，也就是我的前辈哈，生日当天通过了每公顷6万块的一个进法补偿。接下来我要争取的是，每一个学校都要有正式的族语老师跟文化老师。所以希望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在收获季的时候，可以把这个成果奉献给大家。刚才俊福议员说，每一个区都要有聚会所，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每一个区都要有它的祭典的场所，所以这是以后我们要跟桃园市议员一起努力的方向。也谢谢大家给新一个机会。阿萨鲁，阿拉内玛，谢谢卢委员的支持。再来，最后邀请我们。是的，族群领袖，好，我们桃园市的领头羊，我们桃园市的市总头目，申国民申市总，为现场所有的乡亲族人支持，掌声有请。区总头目也是我们今天丰年祭的大会主席，我们马德士马区总，我们的啊。我们的局长，
还有我们的副局长，以及我们最辛苦的我们的杨静茹议员啊，秀菊议员、简志伟议员，还有我们王千里议员、梁议员，还有我们的在地的哈，我们的土地公我们许议员，还有我们的团队，我们副总们，还有我们各区的区总，还有主席，以及我们所有在座的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查理查理哥哥，来到我们的部落门口，来喽！啊，等等啊，今天是我们观音区的冬年文化季啊，在这么好的天气啊，平常这么热，今天还有微风啊，还有感谢我们观音区的区长。我们刘超姐刘区长特别弄了一个大帐哦，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免受这个烈日之晒哦，啊，最重要的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区总投入啊，这一次把我们所有观音只要有入户口能走路的小朋友啊，我们连最小最小的幼幼小朋友都带来了现场哈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小朋友穿着自己的族服，跟着爸爸妈妈，跟着奶奶啊。还有阿嬷阿公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啊，让我们看得到我们整个文化的传承都在这个里面啊。我们这边号称我们桃园市是十六古井最融合的一个城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看到我们所有的啊每一个族群啊，不分你我，大家一起来共同来这个参与这个我们的冬年文化祭的活动啊，在这边谢谢大家，也感谢我们所有来到的长官以及我们所有的区总们啊，跟来宾啊，最重要的一点啊，我们族人们能量水喝够就好，不要太多，但是水分一定要偏够。祝福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，谢谢。谢谢我们桃园市长唐文山市长。好，再来我们继续邀请我们各区的好主席以及区总头目，他请您起立可以吗？各社区的，来对各区的主席以及区总头目，好，请您起立，好，让大家都认识你们，可以吗？掌声欢迎！好，也感谢你们今天的莅临。好的，请就坐，感谢你们。进行文化模范长者颁奖，我们要颁奖的长者是太鲁阁族马建荣长者，掌声欢迎马建荣长者。好，如果唱到您的名字，请您到我们天幕的好，我们天幕下面这里来集结。好，我们颁奖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马建荣长者，卑南族是黄秀英长者，黄秀英长者，阿美族是高胜雄长者。高胜雄长者，布农族是石阿妹长者，石阿妹长者。泰雅族是真美妹长者，真美妹长者，请到我们舞台中央这里哦。好，颁发给这五位长者。好，我们恭喜我们的区总来颁发这个奖，有请。好了，我们泰雅族的真美妹长者有没有来到舞台中央了？好，有的，有在挥挥手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您啊！非常感谢他们平时不论对家庭还是公共事务的贡献，也对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传承不遗余力。此外呢，为了要唤起大家对文化的重视以及实践我们敬老尊贤啊，特别颁发我们文化楷模，表扬长者们的事迹。好，目前我们的区总啊正在颁发我们这个奖项。
现场的朋友给我们台上这五位长者热烈的掌声，热烈的掌声。来，现在进行大合奏。掌声，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五位长者，也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长者们，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。好，我们的活动继续进行。